学期的课修得怎么样啊？还不错啊，除了本科系的课，我还要去旁听别科系的课程哦。哇，这么充实。我其实也在想，要是有机会的话，正想出国留学，不过申请和费用的门槛都好高哦。是没错啊，不过你知道有一种管道叫做双联学制吗？什么是双联学制啊？双联学制是一种国际学术交流模式，有些系所和海外姐妹校有签署双边合约，透过协定就可以用比较短的时间同时取得两边学位哦。哇，听起来太酷了吧。那你赶快把内容说给我听吧。所谓双联学制，就是指签有合作协定的两校学生，在原本学校修业满一定期间后，透过两校合约前往有合作协定的学校就读，继续修习剩下的学分，等到同时符合双边毕业条件，就可以取得双边的学位。哇哦，超棒的耶！我要赶快去国际处网页看看我的系所有没有签订相关合约。这真的是很棒的资源耶，没有好好利用的话真的是太可惜了。没错，我们赶快去系办问问看吧。好，走。